你过来听一条、喔。嗯，我就改这款。哎、欸，啊！你头拄仔是食水饺、哦？对啊，那是香味哦。香要去死啦！那是臭味呢。哎呦，那也真歹啦！我抓一条。华人风雨大赏2023就在1月21号除夕夜，晚上8点到12点播出。锁定三立都会台台湾台，一定要看哦！没错，如果你错过首播的同学呢，我们可以在完全娱乐的 YT 频道看到哦。要来看哦！一定要、哦！新年快乐啦！真的啦！宏图大展啦！要看啦 ！Happy New Year to you 啦！